五一爸爸吗？我都不知道五一爸爸是谁啊！虽然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小胖妈不追究，我不用赔钱，那就是圆满解决，就要好好庆祝一下。 这新来的名誉园长也太帅了，什么时候开家长会啊？那家长能陪读吗？什么时候来了个名誉园长？难道小胖妈道歉是因为这个名誉园长？这新来的名誉园长也太帅了，什么时候能让我们去看一眼啊？五一妈妈，新园长是五一爸爸吗？我都不知道五一爸爸是谁啊。 各位家长们，你们好，我的名字叫齐墨，也是武艺的家长。